由碧桂园打造的全新市区精品住宅龙碧，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。项目隶属九龙城星级校网，坐落区内核心位置贾炳达道，提供190伙，主打1/2房单位，2层住客会所，仲有泳池，对单身上车客、小朋友准备升中小学的年轻家庭同样吸引。九龙城区内楼宇偏矮，凸显楼高23层的龙壁一枝独秀，项目坐拥市区少有的开阳景观，部分单位可以眺望九龙塘甚至启德，加上楼层高度达到3.45米，高挑楼底加上开阳的视野，起居就更加舒适。附近传统名校国际学校林立，又有浸大、城大坐镇，书香气息肉眼可见。交通方面，龙壁享有宋皇台站和乐富站双站优势，过尖东或者旺角4站即达。随着东铁线过海段在2022年5月15日通车，居民无论去宋皇台站定是乐富站上车，眨下眼就可以转乘东铁线 ，total 5个站就过到海去金钟站，爽啊！唔中意搭铁，附近亦都有大量巴士和红 van 路线俾你拣。九龙城新晋精品住宅龙壁，坐拥旺中大靖的市区地段和名牌校网，是你的星级之选。